下来呢，在大家用热烈掌声再次欢迎苗阜跟他搭档王声。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上一段杯酒人生，来掌声欢迎。你就差喝一个，良心话呀啊！今儿拿我们行话说，有点顶，就是紧张，就是有点紧张。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这么多好朋友冲着我们来呀、啊，心情特别的好。是，王声今天给起了个名字叫“三十而立，不二业”啊，从今儿就没二了啊，打今天就不二了，是啊，就好好的。今天不二了，今天我任凭各位观众蹂躏。哎呀，啊，反正就这一回啊，有简单的吗？下一回是50的，50的寿诞。刚才是我徒侄玉浩，哎，进海子科叫海浩，没错，和大徒弟海亮两个人，你这是在我们行里就算大儿子啊，我是个闺女，反正你也没儿子啊，将来就指望这打翻摔盆了、万一就是生这身体不好啊，王生也可以替一下，反正你给抱个头，我可以替他接替嫂子，知道吗？我徒弟不容易啊，哈尔滨来到这儿，东北人，上学学艺，哎，有时候上台啊，有时候可能有口音，可能跟很多人在群里头跟大量聊得多，是有口音啊，别的很多东西我都弄不清，嗯，我们这操性，他们叫尿性，我刚才也使了这个啊，吃饭我们叫吃，陕西叫叠，没错，我徒弟叫整。啊，大亮说了，那个整，东北话里的整就跟英文的肚是一个意思啊，代替一切，叠一碗吧，来整一碗吧，整一碗吧，都是这样。那天呢，我们后台厕所啊，李小龙啊、马腾强、王声三个人呢、比赛，看谁拉的好看啊，马腾强拉俩字日本。王声拉了一片全本的《三国演义》，你看了吗？你通读了一遍是怎么的？全本啊！我看就那几个字吧，应该。李小龙拉了个金塔，还写的“民以食为天”嘛。这弄的呀，就堵那儿堵死了。我说大家赶紧去，别人徒弟我也吆喝不动了。我说徒弟接，反正收拾半个小时，我说还没回来。嗯，我就说大家不是冲下去了吗？师傅你看这咋整啊？怎么弄啊？哦，把我还弄误会了，这有口音的问题。是是，这里头啊，时间最长的是王声老师，我起小跟着我啊，我就长大呀，一块儿长大成人。我们曾经在铜川的七水河边啊，一块儿漫步，哎呀，闻着臭水沟子的味儿，我拉着你的下嘴唇是吧？我拽着你屋子上的毛。啊，脚力来了，就是互相牵引啊，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发小嘛，嗯，原来我们俩在一个院子里，矿务局大院，没错，好朋友啊，对对对，好朋友啊，啊，原来我是我们孩子王，他是头，我们是孩子玩耍队的队长，还有这么个组织啊，对，不是本人，他是副队长啊，兼队员啊，我们在一块玩呐、玩，咱这队就咱俩是吧？我牵他屋子上玩，牵我下嘴唇，我们这是个面瘫部队是吧？不过这毛挺长，现在每天刮还好多了。你别动它成不成？挺好，小时候长得也不好看，现在你看啊，脸光光妞妞的，啊，光光妞妞。什么叫光光妞妞的？就是漂亮啊，光光妞妞的。叫光光镜件儿。小时候不行，刚进青春区的时候，那时候太刚进青春区，就是青春区那个区段的。那个你最好把自己的嘴恢复一下。来时候嘴歪了，你挺好的。那时候脸上大坑。全大坑，大坑套小坑，小坑套老坑，我是翡翠是吧？老坑，坑里头有粉刺，粉刺上长痦子，痦子那毛毛上长疖子，反正那个都满了，现在整个三皇超越了，天哪！到最后还好点，就剩一个痦子了，其他都痊愈了，这个还在痊愈当中。你去玩的时候，小时候没啥玩的，我就最大的一个玩具，就这大一个铁环。滚铁环，哎，我能推6公里出去。好身子头，写用抽猴嘛，啊，抽猴嘛，就是那个，哎，皮鞭子，然后往上蹲那儿，真的挺屌。抽猴玩，你平时不滴蜡吗？滴蜡干嘛的？哪有人蹲那儿抽的？你帮我扶着猴子吗？我一抽你再跑吗？怪不得我俩都是坑的，抽猴来的，抽嘛抽。
错了。后来慢慢的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跟随他的父亲们来到了灵峰。等会儿，再说父亲，别再闷，家里趁什么都成，别趁爹，知道吗？你父亲和你母亲两个人，二人以上为闷嘛？那得摘派出所跟父母二人，跟父母二人来到了灵峰，我们俩就暂时的分别了。暂时我还在通关啊，16岁到宝鸡学习，上的是宝鸡铁路技工学校。铁路技工学校，哎，学的是技工，学什么？技工。哎呀，铁路真好福利，技术工种啊，学的那个时候特可怜，误会。那时候啊，觉得那个活不好，一参加工作怎么样？不干了，我不干这技术工人了，不干了，打工去，打工。哎，南下，到哪儿啊？到南方陕南嘛。到汉中一带啊，你走的真远。汉中有一个小厂子里头，小厂，哎，给人家打工去啊。这厂子的老板是日本人哟，哎，日本人。哎，我那天我正这干活，年轻的气盛，那18、19岁正能干的时候啊，18、19岁正能干的时候干活。这个别乐啊，是个纯洁的事儿。这小日本鬼子就来了，日本人来了，嗨，来，thank you， 卡西里马西里，导游要去，小伙子，他会说中国话呀？干活累不累呀？累不累？还正能干的事，不累，声音清脆。他看着我，出了八张艺术，怎么说？好，这干活不犀利不累还开了。这么累的活，你竟然说不累啊？看，不诚实。哦，嫌你这个不诚实。过了两天啊，咱继续南下，安坑。你有点追求没有？上哪儿了？商洛。在商洛的一个厂子里头啊，我打工去。怎么那么寸？怎么了？这个日本鬼子调过来了。我记得这日本鬼子名字，我永远忘不了。他叫全羊二郎，我永远忘不了啊！听着不是人名字，正在这干活的。他一过来，我看就是他。哎呀，嗨 ，Hi， thank you， 卡西里马西里，导游要来修。这是开门包袱，必须得有歌的吧？小伙子，累不累？累不累？赶紧吸取教训。累，累。好呀。活都累啊！开了，倒霉，没法活，继续南下。佛平，你到到广元都对得起我是吗？佛平啊，佛平，有一厂子打工啊，怎么那么寸？又怎么了？又是全羊二郎调过来的。一过来啊，我正在干活，吓得浑身哆嗦。Hi, thank you. 卡西里马西里，导游要修。小伙子，累不累啊？累不累啊？累，又不累。开了他呀！这都怎么睁眼看呀？连自己累不累都不知道，开。倒霉不倒霉？你是不是上新疆那个制造工厂干的？太可怜了。后来呀、我父亲呢、给我介绍了一个厂子，我没介绍过呀，是个国营厂子，是那国营厂的名字很好记，叫仁和瘦肉型猪配种站。当时啊，我们到那儿啊，就是打工，知道吗？你在配种站打工啊？就是这符合你的爱好。瘦肉型猪配种站，天地仁和嘛，选了个仁和，也就是仁，哎，正能干的时候。那种猪正能干的时候，谢谢提词儿。在那儿干，你知道吗？我们那厂长都特别好，好，特别器重我，看得起你，哎，特别器重我。反正国营企业，国营，我说在旁边那个厂子，而勤务员。那天呢说，今天去我家，给我媳妇儿送3000块钱去。你一定记住，一定记住啊！我妈不在的时候给，老太太不在的时候给，不孝顺吗？我一看那个时候哪有钱呢、
毕业的时候给女朋友买个西瓜，一个买不起，买半拉，那个时候多可怜。哎呦，三千块钱哪见过？是，防盗裤衩塞进去，又加六个暗扣。你暴露了自己的缺点。暗扣全部按好了，拉锁拉严了，拉严了，赶紧到人家，一敲门，当当当，这媳妇开个门，开门了，什么做法？嫂子，你妈不在啊？她说什么？不在呀、啊。太好了啊，赶紧。哎，干嘛？干嘛？没事没事，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哎呦，你这干嘛？我给钱，我给钱，给钱也不行啊！不是，厂长让来的。他一听这愣住了，啊，愣住了，这老懂事。你这个厂长历程很诡异啊！后来我们厂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了，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快了他。我那个时候啊，就发誓，怎么呢？发誓要挣钱，哦，要当有钱人，有了钱再不受这份气了，过自己的日子。但是人海茫茫啊，啊，什么都干不了。老开了你，那能干什么呀？到哪儿啊都受气，哦，到哪儿受委屈也挣不来钱。嗯，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什么坏习惯？喝酒。哦，酗酒，每天都喝呀，啊，天天喝，早中晚三顿。哟，早上刷牙喝那白酒，哗，借酒浇愁嘛。嗯，正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透到断水，水更流。哎呀，这有文化，天天这样。嗯，没办法，每天喝酒自己也难受，喝得多。因为酒这玩意，嗯，装到瓶里像水，喝到肚里闹鬼。你喝。说起话来走嘴，嗯，走起路来抖腿，嘿，晚上口渴找水，嗯，早上起来后悔。你看看，中午酒杯一端，怎么样？感觉依旧很美。现毛病，每天都这样。您还甭说，怎么了呢？喝酒喝的啊，啊，喝出了名堂来了。就这闹鬼，这酒还喝出名堂来了。酒量是越来越大。哦，越喝越多了。哎，酒量是越来越大啊！各位，怎么？每个人喝酒的能耐可不一样大。那酒量有深浅呢？哎，你就拿李小龙来说，小龙，李小龙喝完酒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躺马路边睡，屁股疼，屁股疼吗？这个话从一个姑娘嘴里说出来，有点意思。屁股疼啊，是因为毛宁的问题。对，爱睡啊，爱睡。这王生喝酒、啊，我呢，哎，闹，闹，哎，闹啊！这怎么闹？哇，闹，知道吗？马三娘喝完哭，哇，哭，我俩对着嚎算了。大清喝完，嗯，吐，哇，吐，每人都这样。嗯，还有人啊？谁呀、啊？还有我大徒弟海亮，海亮啊，海亮一喝完酒跟谁就客气，客气，拿一把牙签，老板拿一个，拿一个，你来一本，你来一本。什么毛？整一本，整一本。见谁都这样啊！那天啊，王生又喝多了，我喝多了，一看就笑着，笑话、啊，喝多了啊，喝多了啊！我正走着呢，看见人家王生，嗯，冲着一个路灯杆敲，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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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嘛呢？我说你干嘛呢？敲门，敲门！我媳妇不给我开。我说敲吧敲吧，你看灯亮着。啊，喝完酒脾气还好。我喝不喝酒都一样。但是他喝完酒这脾气啊，就比不上马振强。马振强喝完酒脾气最坏的，因为他是个病人，病后来都知道什么病？反社会主义焦躁臆想症。喝完酒啊，就是闹，脾气不好，脾气不好。每天啊，喝多了，嗯，就站在这猪八戒门口，猪八戒，瞪着别人，谁说瞪着？有一老头啊，拉了个粪车，吃粪的，哗，就拉过来了。那口罩有个公共厕所，别动，啊，挪到那儿，我站住，
我都吓傻了，嗯，不敢吭声了。是啊，拿出吉他，嗯，我能唰，唱完之后，老头儿，还认识这老头儿，你这酱怎么卖呀？老头吓得不敢说话呀，嗯，还不说话，哥。怎么了？老头一走，嗯，笑什么？问你还不给我说话？嗯，哼，我就不告诉你这酱臭。喝酒豪横起来，这酒量就不行。这什么人呢？这是？你得跟我一样练。您，哎，早中晚刷牙都拿白酒练。您现在这个酒量是个什么程度啊？不含糊的说啊，怎么样？白酒三斤半，啤酒随便干。您到东新街啊，车家巷怎么样？小羊烤肉打听一下，挪一个叫静街苗，就是在下。这里不是一个城管的名字。什么叫城管？静街苗这玩意儿不是静街苗吗？杂摊儿什么的用这个？什么叫杂摊儿啊？我往那里一坐，怎么样？不管认得不认得，就这一片人啊，只要跟我喝过三巡之后，桌上没人了。等会儿，喝倒一半，喝倒了，喝跑一半，吓跑了，吓一半。哎，整个这夜市没人了，所以人送外号“静街苗”。听着都邪乎，我这可就这样喝酒啊，啊，也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悲伤。我过不上顺遂日子，挣不来钱呢。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在这儿说相声。对，这倒是。带着一帮弟兄们啊，这么多朋友来捧场，没错，三十一张，五十一张，那得买票啊。看着是不少，嗯。后台几十号人呢，啊，还有放音乐的，对，拉木的，是扫地的，哎，倒茶的，没错。您琢磨怎么着？三十五十分到每个人手里给一块来钱，不多了。跑去珠宝哥拿走了80%，哎，对，那就别惆怅了，那行。掏的是卖白粉的心啊，挣的是卖白菜的钱，特别的可怜。半端着酒杯啊，看着空空如也，没人，连喝酒一块的人都没有，吹着熏。你见过熏吗？我见过烟囱，这熏马的，师哥的。你这个嘴唇适合吹号。老板，老板是我的。喜欢喜欢喜欢那一儿哟，人活着怎么样？不容易，有感而发，每天都这样喝。嗯，就在那一天，怎么了？喝倒了所有人之后，嗯，我正在头场之地准备吹熏的时候，我吹完了。吹完之后啊，不是那边来了一小姑娘，长得特别的漂亮。小姑娘拿古汉语讲怎么讲？是又狗狗又丢丢的。哪有这种古汉语？大红大香飘飘然而来。嗯，哎呀，我一看这个白呀，皮肤胡子，小姑娘哪来的胡子？哎，我看出大爷你好。哎呀，有事吗？老头啊。哦，小伙子，叫你，你就是。静街苗苗先生吗？我知道你这个浑号啊，正是洒家怎么着？这洒家，老可首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可是什么？就是小年轻叫小可，嗯，老了以后叫老可。老可首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可是一个企业家。不敢不敢，我是企业家。谁夸你了还不敢呢？惭愧惭愧，我是企业家。企业家，听说您酒特别好，能喝能喝啊！啊，您能不能帮我啊？啊，办三件事儿。三件事儿，三件事儿办成怎么样？我的所有家财，嗯，七亿八千六百四十三万五块四毛二，我全部给你，有零有整的。哎，七亿八千六百四十三块五毛二，差不多吧，差不了些许。这有会计是吧？差不了些许，全部给你，都给你，因为我没有儿子。对，
对，你有个爸爸。笑话吗？老头说的是你没儿子，我没儿子，我这纸知道吗？哎，我没儿子，你弄完你可以帮我打翻啊、摔盆什么都行。我这7亿8643，我建议你不要再说这个数字了。我全部送给你，都给了，送给你啊，没问题啊，可以啊，小可。我那个什么呀，我净接苗啊，能喝。哎，老可相信你。哎，我不知道小可我呀，我别废话了，喝，赶紧喝吧。老师这样，我先试探你一下。怎么的？从囊中啊，囊、啊、中你知道吗？就是兜白里掏出这么大一个瓶子，拿出来呀、啊。下回说小东西不要比划开，知道吗？我就是这意思，这么大一小瓶子，看着眼晕。上写四个大字，哪四个字？醉生梦死。哦，这老先生又从怀中拿出两个小酒杯。哎，等会儿，哎，不是刚才那个动作，我眼一花，没有看清。就是两个小酒杯吗？这老大爷什么毛病？这是又嫖又丢丢啊！那我怎么看错了啊？酒盏玲珑杯往这一放，嗯，怎么样？还喝？能喝吗？哎，来吧，就是那一小瓶，这可是我自酿的。啊，哎，小可不怕，哎，那老可更不怕了，来吧。倒完之后，嗯，老头别反悔啊，嗯，你刚才七亿多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喝完啊办三件事给我，老师没问题，没问题，喝吧，拿起来吧嗒一口，您还甭说，怎么了？这酒虚微有一点点上头，有一点点上头啊，当时感觉脑子嗡的一下，上头了，眼睛一黑，啪，醉了，我稳了稳。睁开眼睛，没事儿。老先生，嗯，你看没事吧？没事。老头，不错，嗯，老可很欣赏你。别提这称呼了，赶紧，嗯，帮我办三件事儿。哪三件事？三件事办完啊，拿三个条回来，啊，连合同盖条拿回来。我这七亿多，别说了，别说了，全部给你啊。这事儿吧，走吧。啊，我先给我一条，到那儿接人去。接人？不是，这帮人不好对付。哦，都是。乡村企业家，乡镇企业的，乡镇企业的啊，这帮人呢，脾气不好，脾气不好，酒量颇大哟，完了喝翻才能拿下。要签这合同，没问题啊，走着走。我一看到火车站街，人乡村这个到火车站街，人家去都是企业家，是，哎，咱这地崩着过去接过来不太像话。那你准备怎么办？坐公交也不像话，虽然我有身份证。不像话，你知道吗？咱要弄就弄车队。组织车队，哎，车队啊，哎呦，把东南西北车的逻辑全弄一块儿，都排好了，排好了，四号铁都掉一块儿，这显得有气势，你知道吗？唰，一大排，您不会在铁路上工作，知道吗？这一大排，你知道吗？嗯，前排的，前排和最后一辆都得戴安全帽，啊，显得有组织有纪律，弄好啊。要一块发动，一块发动，一块发动。我数一二三，一块走啊！嗯、一二三 ，Go！ 走了，来到火车站，正好不一会儿啊、嗯，我从茫茫人海当中就发现这几位企业家，这能看出来，人打扮讲究，穿得好，打扮讲究。那怎么打扮的？真皮的帽子，皮帽子，棒球帽吗？真皮的，棒球帽是真皮的，哎，嗯、真羊毛的头套。是个法官的造型吧？哎，羊毛的头套，还有羊毛的头套，洋气啊！皮尔卡丹的西装，这是个名牌啊！你开玩笑呢？是是是，好学生牌的领带。你开玩笑呢？没开玩笑，等会儿说着清的天意，说清楚衬衣嘛？多少斤零吗？好学生牌的领带，打一对勾吧。国际名牌嘛，那叫耐克。好，照你这么说，特步是坏学生是吧？阿迪达斯是大队长。你贫不笑话吗？这个，我说这意思吗？你不知道你别胡说。哭泣的皮裤衩，那得多悲伤啊！坏学生牌的皮拖鞋，哪跟哪儿？多牛叉啊！这都不是一个体系的人，一人拿了一根破海柳的烟嘴，海柳的烟嘴，哎，太漂亮了！走过来，哎，几位先生，嗯，你们就是乡镇企业家吧？打个招呼。这四个呢？
哎呀，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找石油苗回来的，请你们喝酒，我是受我们老总这个之托来请你们喝酒，招待一下啊。那么车队在啥地方？这有车队来了。您这有先见之明。车队在浙江停住。浙江，来来浙江，来浙江，上车啊，上车，坐好，你看车队。最流行的啊，最流行的错吗？这几位啊，对对对，上车吧。哎，我说小伙子，怎么的？我们可是企业家，有身份的人。什么夜四哥可不去。哦，车的事儿人家不来。哎，要去高档的地方。您点一个地方。我听说火凤凰是不是不错呀？哎，对对对，我在西大街隔壁。哦，那就去那个地方。来吧，开车吧。我这二指挥啊，一二三 go， 刚一走停车，怎么停下来呢？那怎么停车啊？拖鞋掉了。走吧，一二三 go， 要 go 了。这下走啊，车队浩浩荡荡，来到了火凤凰。难为警察怎么不管你们？管不住，车队太大，他害怕呀。就这样啊。火凤凰门口停好了，一抬头，我们几个人迈步走下台阶儿。您交代真细致。走下去之后，您琢磨，人丁啊兴旺，火凤凰里全是人。我找了一个小桌子，点上小蜡烛，还挺有情调。我一想，这招待人家客人，咱们喝的四棱子红领巾恐怕是不行。这外号四太帝，你知道吧？外号听着熟。哎，邓四太帝啊，你喝点什么？洋酒。洋酒，洋酒，来瓶72年的 UFO， 这个酒啊，最大，撞死你！过来呀，这是酒啊 ，UFO， 那是你等着你们兄弟来接你是吧？夏俊平兄弟人来过来你接走，回你们兄弟不晚年去，这让陆子清把你接走，哪有个 U 喝 UFO？ 那应该是 XO，UXO 嘛，没有那个 U。XO， 人都狗吗？这是一头狗来呀、啊！人头马，人头马太大，人的狗就够喝了。人的狗啊，上来上来，光酒不行吗？还得点点小吃，啊，小吃吧，来半把腰子，多到自然少放辣，再来俩外腰，炒个凉菜，烤四个扇贝，弄好了啊，把烤肉酱汁酱汁。已经跑火凤凰吃桌，他不如来车间这样的，知道吗？甭管这个，气氛特别好。哎，我们就喝这个 XO 啊 ，XO 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招待酒。哎，没有40分钟，怎么样？腰子也吃完了，扇贝也啃定了。哎呀，花他们也倒了。哦 ，UFO 我他妈喝倒了。哎，我拿出这条子来，签字，认头。要看着我，小伙子好酒量啊。对到过去就得醉了，拿这条子，拿这条子走走。老大一件事可办成了，成功了一件。第二件事在哪里？在哪儿？老头可说了，这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嘴歪了。第二件事啊更难办。什么事？第一个可能是摆地摊的乡镇企业家啊，这第二个干嘛？可是国际大买卖，这就上升档次。荷兰的华侨，外国人呢？哎，来国内投资，必须招待好。我说在什么地方？在哪儿？拿出条子来，看喜来登6楼啊！哎，6楼拿好条子走，13号找，那找房号就完了，房号就完了吗？到喜来登，当当当上6楼，我转了60多圈啊，愣没见着13号。找服务员问，快！6楼13号在哪儿？怎么回事？先生，这是6楼 B 号。你这个币分的太开了，知道 A B 的 B 吗？你说什么呢？这币分的太开了，别说了，还说呢？没找到啊，把我领去这个大厅，太死了，门口站了一大排外国娘们儿，外国人太漂亮了，怎么漂亮？一个个金发碧眼，各位。好看，又狗狗又屌屌。我走过去，美女，我来找你们老总谈点事儿。走，先生，你在哪
啊，听得见啊，还以为你是瞎子呢。瞒不挨着，哎，你来了啊，嗯，我领你见老总吧，见见吧，走，嗯，咱们往门的方向走。哎哎哎，哎，这墙。我招呼进去啊，几位正在那研究工作开会，我不敢打扰，人家都是大事儿，悄没声站起来，在旁边不敢吭声。你还说了说什么？八碗朋友们，不好不好，你把牌桌给他揪了去。我还说了，我木毛，你看左手摸人下，左手甩木，不说了啊，赶紧打吧。又等了俩小时，打完八圈的。老总，我来了。我们老总让跟您签合同，签合同来的。啊，来了啊。来了，秘书。秘书，倒壶茶啊。哦，要喝茶。来这茶。这茶。来了茶，来了。先生，给你倒那儿，坐下，坐下，坐下。倒完了茶，端杯子啊。这老总一摁按钮，桌子啪就翻过去了。成什么了？酒桌，酒瓶夸全摆好了，高科技，固定的啊。然后开始往里面灌酒，都好了，倒好，瓶子不好吗？再做墙。开始啊，开始喝，喝酒，酒量真大。哦，这八个这引领啊，这金发碧眼的娘们开始陪着我喝。你跟这八个瞎子喝，全部喝倒。最后老板也喝到桌子下边，我就把这些人都喝倒了。您不是跨国的老总吗？很嚣张吗？签合同吧。签合同。秘书，拿合同来。他看得见什么呀？这我说拿着。来桌墙。起来起来，来桌墙。合同拿来啊，盖章盖章盖章。哎呀，你真是太萌了。啪，章一盖，我扭头就走。赶紧走。走完我就回来了。回来干嘛？盖着娃娃。重盖重盖重盖。腰旗不行，我要章子。章子盖好，拿着合同走。回去跟老头说，老先生，这就两件事儿了。第二件事已经办完了，最后一件。哎，老先生说，不错不错，两件事办的都不错。拿着这个条子啊，拿着这个条子到这个地方去，字儿签完，我的家产可就是你的了。什么条子？哦哦，这个条子不是。秘书，把柜子里那个条子拿过来。来这条来。来这条。你再让他出来我勒死他。你先好，拿过来我一看，东八里村。往那先走吧。不是，等会儿你刚国际大酒店了都，这调的也太厉害了。这是第三件事情啊，东八里村，东八里一个农民房的六楼，老去六楼呢，怎么？上去之后啊，有一个小黑房子，小间门虚掩着，我进去一看，哎呀呵，怎么的？阴森恐怖，哎呦，窗户已经全部刷上了黑漆，刷黑了，拿报纸啪了一遍。糊满了，又拿杂志啪了一遍，又啪了一层棉被和一床褥子，这是种蘑菇的地方吧？定好了之后，里面有个六瓦的小灯泡，六瓦刷上黑漆，你点它干嘛？我一看太黑暗了，我坐到那枪也不敢动，再坐枪。屋里的酒啊都摆满了，还没看见酒都摆满了，只有啊一点点小地方，我在那里也不敢动。不一会儿这个门滋溜一声开了。你们都猜错了，我没看见人呐，没人，就看见一个人影在那摸，在那摸。来这下，来这下来，没完了，知道这个走过来。哦，杨先生，你好。南方话。在这儿。你好你好。哦，苗先生，戴眼镜啊，我就是来跟你相见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先生啊，你这个就你这碎个子。我个头不高吗？个头不高啊，个头不高啊，可能就是大概齐吧。
不是您这酒量，您敢跟我喝吗？哈哈，没有关系的，喝吧喝吧。屋里的酒啊，摆满满登登，摆满了，我们都不用杯子，啊，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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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瓶吹，喝到最后一瓶的时候，怎么的？我忽然感觉到头晕晕的。你上了头了，人家愣是没事儿。苗先生，继续吧。哎呀，我整不动了。人家都上什么人了？可能我前面已经弄了两场了。啊，你这是第三场，我实在弄不动了。不是不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哦。您为什么这么能喝呢？他一只眼镜，怎么说呢？我是大连。天朝威武，佩服佩服。打完之后啊，我一看。哎呀，就这样太厉害了！啊，走完了又回来，又回来。先生啊，虽然这个条子啊，我给你签上了，嗯，但是你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让你不用骄傲。哦，我知道了，知道了。拿完这条子，他给你签了，签了吗？咦，回去条子一交，老头说，好的，净阶苗真不愧是净阶苗，能喝。三件事一毕，哎，好了，怎么的？我的资产你全部拿走。共是7亿8644，咱快龙王了，不用再说了。签支票吧，拿出支票本，我数字签。哎，7亿8643万52，写完之后签名，李。哎哎，等会儿，别讲话，翻篇呢，还等等等等，中国人哪有这么长的名字？写错了，明天重写。写完。这一本你拿走吧，全是签名。哎，拿走可以兑现了。第二天一大早到银行兑了现，拿着钱陡然而出，这就有了钱了。拿出自己的勋，摔了，再不用惆怅。陪你这么长时间，给他摔了。给女朋友买东西，再不用买半拉，希望可以买一个整的了。喝豆浆，喝得起了，敢喝豆浆了，敢吃早饭。真豪横，再也不用挂空档了，这是什么位置？这话听着有假，你那个防盗的呢？喝的来不住，不是当了买酒了吗？太可怜了，对，今天咱富了，就有钱了，买好车好床，穿好衣裳，那打扮打扮，吃好东西，嗯，开奥迪呀，穿迪奥，没事吃点奥利奥。月月姐，恶心不恶心的？我都改吃趣多多了，知道吗？每天感受这样的生活啊，但是酒还得喝，原来是苦涩的酒，现在可是幸福的酒。换了个心情，每天喝着酒，嗯，哼着小曲儿，生活是滋滋润润润润滋滋，你听听。可是老是我一个人喝，啊，别人跟我喝不了三巡，你找那党员去，双规了，高处不胜寒呐，哦，高手，没办法，怎么的？写大布告，出告示，招聘酒友。招酒友，谁能跟我对喝这么一场，怎么还不倒还不跑？我的家产7亿8643块42全部退了。有差头啊，我们得消费吧，最近。哎，分他一半，分一半。招了多少人呢？来的多，全部撂倒，喝不过你，高处不胜寒呐。怎么都冻死你了？那天又来一位啊，一进门喧宾夺主，怎么意思？净阶苗，苗老先生，您这样啊，我不说我都能喝，话密，全国的酒，世界的酒，我喝遍了哟。哎，我跟您这样说啊，怎么的？您把您的酒，所有的酒，各种酒，洋酒、土酒啊，酿的酒、跟头酒、包谷酒，您把标签全部撕掉，干嘛？哎，我轻轻闻那么一下，尝那么一口，我知道是什么酒。这话大点吧。哎，我说行啊，只要你能猜得出来，猜得出来我也认，认，我把标签啊全部撕掉来，拿各种名字，大家一站一场，嘿，苗先生，咱们这是四棱子，嗯，不错，来看这个，这个，站一下，红领巾，哦，这个小炮弹，你们家有100块钱以上的酒吗？
哎呀，我说你还真不错呀、啊，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从瓶子看出来的。这是个什么？不算啊，什么能耐？转来，走走走走走。哎，苗先生，不要赶我走。怎么？我们墙角啊，放了一个装酒的纸箱子。空的啊，上面有点湿啊，湿字酒渗出来。来，我来这儿，我来，你看，我拿这个都能瞧出来。啪，站一块儿，不行，撕一块儿，尝不出来了。嗯，哎呀，先生，这个我还真尝不出来，那是什么呀？什么叫狗尿啊？他很郁闷，他很郁闷，看着我房后有一坛酒，爆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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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酒量不错呀，一坛子喝完了。嗯，咱们走，怎么的？苗先生，这是什么酒？尝不出来，柴油。他更加的郁闷，点上一支烟啊，砰！再见，高处别生寒了，还不胜寒呢，不胜寒呐，不是太可怜了。那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事儿呢？后来呀、啊，嗯，真是老天作美。老天，我那天啊正没事干，怎么了？把我摔碎的熏粘到一起吹的时候，别吹了，跑风，惆怅嘛、啊，高处不胜寒。别说这句了，从那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大爷你干嘛来了？就真个人小姑娘，这回真是小姑娘，长得是又高高又甜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好看。美女，你也是来和我 PK 的吗？女的也来找你喝？来也。他挺有文化。来吧，开始吧，开喝。嗯，喝是喝、啊、不用你的杯子。哦，用我的碗。用他的碗。说吧，从囊中掏出两个碗。你被欺骗了，这个不是狗狗。什么东西？正宗的明宣德元青花。这种碗啊，现在传世很少。哎，说良心话，是这个前天刚做出来俩，明宣德元青花，这都是西周传下来的吧？可能上周的，我也不知道。哎呀，反正是好东西，都是祖传的。你就说好，拿起来往这一放，嗯，我俩开始饮。拿这个喝，饮呢。大坛呐、啊，坛子摆满了。哦，没想到这姑娘真能喝。呀、啊，我们从下午喝到傍晚。哎呦，从傍晚喝到天擦黑。擦。从天擦黑喝到太阳快要落山。我真的想知道一下天擦黑什么时候。就是擦擦黑嘛，就已经有朦胧的感觉了。喝到太阳快落山，从。太阳刚落山，喝到太阳刚到山尖，喝到太阳刚到你拿手凉着来着是吧？哎呦，喝了一宿啊！你说喝时间长，整整48个小时，两天。他没有事情，哎呦，我也没有事情，好酒量，好酒量啊！嗯，美女怎么嫁给我吧？为什么这么直接？小姑娘说好啊，好，刚好我棋没有对手啊。棋逢对手吗？棋、哦、没有对手就是反义词。棋没有对手，别人也无法和我对饮。他也没人跟，刚好咱们可以结成一对。哦，我说这咱们得酝酿一下感情，酝酿，不能这儿喝完酒咔哧入洞房了。没客气，来吧，美女，不像话。咱们先谈谈恋爱，我还得恋爱恋。先谈谈恋爱，嗯，每天我带着他护城河边散步。我叫他小面包，哎呦，他叫我小饼干。我的天哪！怎么了？这叫你什么？小饼干。怎么了？他叫我小饼干，每天晚上是夹心的吗？手牵着手，漫步在护城河边，闻着那飘来的清臭，清臭，感觉好极了。就这样，一个月后，怎么样？我们决定领证结婚。定下来。咱们结婚，嗯，有钱呢，那是，对不对？没错没错，7亿8000。再说，还说呢，这么多亿，嗯，拿着办，办事儿，一般酒店不去，那是干啥呀？一般酒店不去，你在哪儿办事儿啊？请来
城管请他干嘛？60辆拉土车东大街两头一堵摆席。你能说服台湾？这叫霸气，知道吗？我见过的没见过，所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犄角旮旯的全请来了，都来了。流水席，好，是韩汤面。结婚嘛，请问一下有肉臊子吗？结婚这样的事儿，这个民族特点啊！哎呀，到处人到来，各位各位啊，欢迎啊，欢迎参加我的婚礼啊！是是是，婚礼特别客气啊！是司仪，先是所有司仪全站好，站一排给我主持。我以为要枪毙呢，站一排，一人最多分三个字，哪三个字？朋友们，你们，你们好，人太多了，分不过来。行行行行。就这么大的霸气，嗯，请来陕西电台、西安电台、咸阳电台，还有我曾经打工的汉中电台、山东电台、河南电台，全部来了啊！现场报道，你没请 CCTV， 就是长城电视台。没来吗？没在长城待过吗？要请一下吗？谁请的？咱请中央的。中央的来了。CCTV 来了吗？我都来了啊！那个空姐来了吗？没空姐。你懂我的，请空啊！那两天档期比较满，我请的是波多维杰伊，这名字我都没听过。你了解知识太少了，都来了啊！晚上我跟我媳妇儿两个人，对坐炕头，我就要听这段。对坐炕头啊，为了那个在。洞房之前呢，啊，热闹之前，我媳妇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咱们俩今日别客气了，别说了，该客气还得客气，咱们俩今日就要结为伉俪，就是炕上的力量，对不对？结为伉俪，结为夫妇，就像你还《将进酒》里说的那句话，怎么讲？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化连理枝。你买了一本盗版书，我们一起。这是白居易《长恨歌》。哎，我们该过日子了啊！在过日子之前呢，怎么样？我的祖上啊，传下来了一杯小酒，名字有点俗，叫爱情。说这杯酒啊，真心人喝了能够长生不老，哦，一生一世直到万年，挺好。哎呦呵，好事啊！是是，那要不是真心相爱呢？怎么办呢？后果不堪设想。说完，他从囊中。我嫂子是机器猫的师姐吧？拿出俩小酒杯嘛，蹲在那里，掏出了这个爱情的小壶。我说的吧，这小酒，一人倒一杯。在喝酒之前，他问我一句话，问你什么？现在你考虑清楚，告诉我，你爱我吗？你怎么答的？爱。这个时候连考虑都不用考虑，已经认定了，肯定是爱。没错。说罢，他走了。啊？走了？换件漂亮的睡衣。有情调。我也坐在这里。嗯。我高兴啊。哦。我看见他离去的背影。嗯。载歌载舞，哦，还唱起来。你就像一朵花，天自在人间。你就像一朵花，香气布满天。你就像一朵花，歌的千担担儿。你就像一朵花，我和我人我不怕的，谁能把我砸？哦，我一激动。两杯酒洒了一半，您这不是乐极生悲吗？我一看这玩意儿，那这人家祖传的。我媳妇儿这一看见这，不给我急吗？今儿晚上没戏了就。哎，我有招。什么招？兑水。对呀，兑满了。不是，那尝出来味儿不对呀。你甭管这个，先兑不过再说。这会儿是开完酒呢。哎，我媳妇儿太漂亮，穿着朦胧的睡衣。哎呀，那个小辫儿。什么？他是五花大绑出来的，小袋儿还就这种小睡衣吗？哎，你就很漂亮啊，发卡，
春丽，特别的漂亮啊！哎，把你那个花给你拽下来。这漂亮是个什么人呢？这是没错，端起杯来，举杯了，干杯！可以的，一杯酒下肚，媳妇面色由白转红，由红变青，由青变黑，由黑变紫，高紫这时我才弄明白啊，什么叫不堪设想？原来兑了水的爱情会死。哎呀，当时是万念俱灰呀、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不容易忘记了，开了他的痛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酒中的知音，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红颜知己，就这样嘎喽嗝嘣跟屁着凉，一个死男怎么这个？我说我这心情啊，万念俱灰，我也不想活了啊！活在这个人世间有什么意思？哦，你这又没有知音，嗯，又没有红颜知己，有钱了什么都。什么都有，可是又觉得什么都没有，那么孤单。你看看，算了，随着我媳妇而去，荡尽家财。干嘛？按照我媳妇拿来那个名宣德元青花的样子，放大1000倍。干嘛呀？打一个纯金的大碗，叫四棱子酒厂，请来人家的酒师酿干了，喝点西凤不干啊？这是我的最爱啊！灌满了这个6丈高的酒碗，拿出梯子，一步一步爬上去，够难为你的。拿出管子，塞进去，准备喝。这是个喝冰峰的准备。我忽然间在眼前看到了我这一生，走电影一样，也看到了我那离去的爱妻。哦，媳妇儿，你就这样走啊？你就舍得护城河边你的小饼干静静的？哎，别提这句。你就像一朵花，那天死在人间。你就像一朵花儿，香气铺满天。你就像一朵花儿，可甜淡淡儿。喝，一口，这西瓜喝了6天，直到这碗酒垫底没了，我仰天长啸：我把朵莲子不怕了，谁能把门砸？这一扭头，咵！我跳进了这个酒碗，也不知道飘了多久，忽然感觉脑袋一沉，啪嗒，我眼睛睁开了。怎么又睁开了？眼前是那位白胡子的老大爷。啊，静静聊，这酒怎么样啊？这酒啊，不是你这酒怎么样啊？你刚怎么的？这酒啊，这酒怎么样啊？怎么样？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里面藏，谁能跳出墙外便是神仙不老凤。你说吧你看今天是我兄弟30岁的生日。这哥我就说你是老大人是吧？就说你徒弟跳门呢，不至于这么干啊。这个不管是我们陕西曲城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都是我兄弟一个人在这儿撑着，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但是今天能看到一片景象，这么多朋友到这儿来捧场，我们也很感觉到很欣慰，知道吗，兄弟们？上来，来了，不是有献花的没有？有。多谢我的姐姐，谢谢。围着我瞧，这是你什么东西？好，大姐，谢谢。抱一个。没人愿意抱，赶紧上来抱啊！抓紧时间啊！我给你说，来，让姐姐先说一下。也收徒弟了。
生日快乐，天生自己，让我们一起为苗阳辉祝福好吗？好，还有送东西的吗？等你别着急，先把东西送完再说啊。还有送东西的吗？送东西了吗？好了，咱可强，赶紧送啊！来来来，啊，把舞台的灯给他灭了，灭了。来来，给我打一个得了吧。好，灭了。来吧来吧，这是我们后台啊，就是憋着这一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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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能看得见这个？也有兄弟特别的好，这么多年陪着我，我们一起为这个事儿能耐不济，没有莫逆于官身，没有丰功于社稷，也没有超凡的智慧，只有一技傍身，想重开长安之象地。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咱们西北的相声能够红生百尺，鹤舞千年。啊，好，他听不懂，他长安县人。这个你往后退，往后退，该我们几个了。你往前，你往前啊。那个要撂一跤是吧？怎么着呀？你怎么哥俩？在一块儿也四五年的时间，自从小学一别之后啊，实在没有想到他长成这个德行是吧？今天也安排了一下，后台啊给你有一个仪式。哟呵，后台有个仪式，我们祝苗班主啊，祝我们学头啊，生日快乐，学头吧。起来，快起！我五音不全的这个，你来吧，你来吧，我还不会唱歌。徒弟来，徒弟来，哎，对对，你来吧，这是高手，我来吧，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你徒弟就照着你喜欢那样子打扮了。好的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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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还得说谢谢，多倒霉。我原来也是作孽太深了，你眼双黄。一般呐，一般呐，别人过生日的倒不是我。我爱你。后台都乱成什么样了？来吧，咱就沾沾喜气说。来，弄，别踩着，小心啊！行了，成，不管了，我就这样了。这个挑啊，我就我们这没事，就放这吧，没事。我看着高兴，我吃两口，我吃。非常难忘，非常难忘。我这个挑啊，就我这个大褂啊，穿这么长时间，第一回啊，由轻的变成了没洗过。哎，洗过几回，这才换过几回，四年了吧？我洗了大概有两回，因为我喜欢它身上这种味道。上去干的，太刺激。上次洗还是我师娘啊，上次是我师娘给洗了回，换了个袖子，到现在不舍得。
不是男生，我老觉得我在这唱窦尔敦的戏似的。我也看不着自己，反正就这样吧。三十岁，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好朋友。刚才抱抱美女，其实我故意的。这里头啊，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啊，很多都是群友。那天啊，我给群友留了五张桌子，没想到今天是满满登登，还有很多朋友来没有地方坐啊，我特别的不好意思。咱家地儿小，各位多多担待。其实啊，这么多年，我跟王声老师啊，关系特别的好。是，小时候一别啊，虽然小时候我们俩都是那个儿童游艺队的啊，但这么多年来确实不容易。人家能跟我在一块玩，怎么样？不容易。这怎么讲？王声家人家是有钱人出身，我他父亲啊是马夫。就是行话叫司机，这在网上倒啊，人家家可有钱啊。他的爷爷，我爷爷良心话怎么讲，满清时期一到民国，小饼干把鼻子伸过来。满清时期一直到民国呀，家境都特别的殷实。殷实，如果有寻一代的人啊，那我们去打听一下啊，谁家祖坟修的跟陵一样，就是他们家。我们家趁秦始皇是吗？家里啊坟都特别大，祖坟，房子更不用说了，死人都那样，活人更了不得。家里啊，四合院，咱们一般四合院，四棱四进，三进了不得了，没错，70多进。我们家住监狱是吧？里屋到大门，直径是16公里。就这么一大片，哪全是人家家主任？前门人认识后门人吗？每天早上起来，人家家多豪横，豪横。他爷爷一起来，架势大，架势大，穿好了衣服，抹上点蛋糕，咱脸上还有点吧？这是前一天剩下的，走出来，衣服穿好了，这边拿着果盘，这边捧蛋糕，干嘛呀？后面还跟四个跟班的。拿着香槟，UFO 拿好了，他爷在前头，后面跟着保镖，都是特别豪横，在前面喊着喊什么？来这墙，来这墙，后面跟着一块走啊，来这墙，一块走。干嘛去？早上起第一件事要办了呀？什么事？上厕所。上厕所拿着果盘带蛋糕捧着香槟，豪横啊！关键你们家院子忘修厕所了。得到换俩公共厕所去，16公里一院子没厕所啊，那都忘设计了。你出门不得有点派头吗？什么倒霉设计师啊！你们这帮人，一出去啊，公共厕所，公共厕所，苍蝇乱飞，这蹲两排人。爷爷这个人特别好，特别和蔼，特别客气。大家好啊，都来了，呦呦你好，这就行。把他再摔下去，不是？生活过得不错吧？别问了。哎，好，我也来上个厕所。你也上厕所啊？各位早蹲，各位早蹲啊！早蹲呢？来个早吧。各位早蹲，我也来啊！说吧。怎么？这后边这几位喊肠胃，上厕所喊肠胃。喂呦！虽然他爷爷这会儿已经憋得挨不住了，但是范儿还得有。藏，爸得藏，爸得藏，是什么萝卜劲儿？走，找个坑，开始脱衣服，脱衣服，上厕所不脱吗？真皮的棒球帽，纯羊毛的头套，口罩，眼镜，鼻子套，围脖。我飞起来了，知道吗？领带、领结、西装、毛衣、马甲、棉袄、秋衣、保暖，你上哪防弹去了？我说这是背心，回家。这个是什么？背背家。不，爷爷有一块玉啊，特别大。
行挂肚子这勒住。你以为啊？我以为是贝贝家。哎，这个开始，西装外套，秋裤，毛裤，棉裤，皮裤衩，皮拖鞋，啪，胳膊一拿，拿好了，挥舞，打道回府。穿了一墩子打道回府了，跟班打道回府。哦不，老头一个人剩回去把这衣服都挂好，不能有折。你稍微等一下，他们拿衣服走了，这娃子叫怎么回去？老师别急嘛，老师先蹲下吧，挎袋往这一蹲，他给旁边聊。哎，最近还好吗？媳妇儿回来了吗？哦，我最近食欲不错，一顿六个面包呢。说完。事儿也解决完，旁边人都聊走完了。一想起来，净测人，净测王啊！想我净测王，托个芝麻官，纸会不会有呢？没带纸，你光了筋筋的，有什么东西啊？你还这咋弄啊？嗯，后来给打点钱给。放那么一坨纸，就是干净，没用，可能谁掏兜了掉下来的。没错，老头儿想去拾，不敢，不敢。正对面还蹲着一个啊，怎么那么巧？哦，这中间还有一过道儿、啊。那位啊，没纸、啊，也没纸，心态也一样的，都不敢拿，害怕丢人。就这样干耗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把他爷爷憋的呀，哎呀。干嘛呢？挂个真心词出的。里面也是啊，我干的。花个大天天不揍你，互相瞅瞅三个小时，你爷爷站起身就走。怎么走了？晾干了。特别可怜嘛，瞧你的眼睛。晾干了。晾干了。哎，这是你刚捡的那块儿吗？让人糟蹋呀！我就说了，今天任凭大家糟蹋。其实啊，我们这儿这么多年呀、啊，也有很多的老段子呀、啊、什么的，这么多年在不断的加工、不断的完善。有时候我们自己啊，有时候也说，你们包括马腾强他这个，我能垮，垮了一年了，唱了一年了啊，唱了一年了、嗯，观众依旧非常的喜欢，很热爱他，因为那个很热闹。是，就是我们这儿原来最开始我记得有什么王大夫了啊。这些段子，哎，包括为什么要喊二不喊一？有，很多老观众知道，是，也有很多老观众不知道，他们是没来的。其实我觉得啊，应该啊，再一次在我生日之际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你们可爱听众。其实啊，在北京城，德刚啊，他们，您可以听到那儿一叫都是咦。喊好，没错。要是倒好，吁、嗯，差不了些许，听不出差别。为什么？我问过他们，我说德刚为什么喊一呢？德刚说，爽了，舒服了，听美了，咦、嗯。哦，我回来之后我研究了，研究什么？不对，对，爽了舒服是对的、啊，但是不能在这个地方念。为什么？在哪儿？您要读过历史，您可能知道，史书上有唐宋元明清，中国朝代。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朝代啊，叫朝代，叫唐朝。大唐盛世。哎，唐玄宗李隆基，嗯，就是唐明皇了。是，他哥哥叫赵匡胤。就是他舅舅还叫朱元璋。一旦挑起两条龙的时候啊，这边挑赵匡胤，这边挑李隆基，是吧？反正就这一意思啊，都是皇帝。那个时候啊，这个人就是李隆基啊，是个历史上特别特别爱洗澡的人，爱干净啊，修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洗浴中心，哪儿？华清池。每次到完池啊，他澡乐去嘛。
你先到东门，东门叫什么？叫长乐门。没错。出了东门到临东，嗯，那就是找乐去了，洗澡。每天哪会儿皇上都正襟危坐，这儿冲碗往这一搭，就跟门帘子往这一搭，这皇上人也不坐哪儿也不稳当，不稳当当，除非挨去。给我仨字都审了，抹着奶油，抹着奶油，就这意思啊。搓着灰，哎呀，除非挨去，又是造楼，我是感谢推朝，这是皇上吗？唐安城吗？高力士旁边也打着圆场，怎么说？皇上急着洗澡，各位有什么事情抓紧时间奏来，没有事情就退朝了啊。别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哪都喊没事儿。来呗，咱们三朝来去，咱们洗澡去。你一呼百应嘛，哇喷起来了。你们等着，等着到后宫去。主意来呗。可里玛莎洗澡嘞，后宫人头攒动了，支持全主。人头攒动啊，全是人，你知道吗？全是人，好家伙，都洗澡去了，都洗澡去了。各位啊，妃子，妃子拿香皂，嗯，提着洗澡篮篮，洗澡泡泡，刮刮胡子刀啊，都拿爱妃拿刮胡子刀，推腿毛嘛，那都拿好了，都拿好了。走，还有不光是妃子，还有还有儿子们的媳妇们，反正后宫住的都走，都走华清池，一人一个小包间，那边汤叫汤啊，汤池，现在有七星汤什么的，是海棠汤，在里头泡汤，嗯，还特别高兴，哎，这个到皇上当时也高兴，高兴，哎，我赶紧把这灯都熄了，特别高兴啊，人家都是一人一个小包间，对呀、啊，李隆基您琢磨，人家是皇上，人家不能待一块啊，我得把这四周得巡查一遍。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哎，对吗？为了尉迟的安宁嘛，尉迟的安宁，您是个保安是？我这个皇帝，我应该去看一看嘛，我应该到处去看一看，到处逛嘛，搓着澡，摸来洗澡，皮肤胖胖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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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儿，人家那一去啊，看皇上来了，哎呀，皇上来了，有人妃子害怕，赶紧赶紧起来，要过来迎接皇上。皇上很高兴，给待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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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就坐那儿待着去，找着师傅了呗，就走啊走啊走，走着走着，走着李隆基不走了，怎么着？这包间里不是别人，谁呀、啊？是当时他的太子妃那杨玉环。儿媳妇儿，儿媳妇儿啊！哦，当时李隆基那表情呢？你说成什么样子？赶紧躲躲吧！杨玉环呐、啊，啊，中国四大美女，是是是。您琢磨，嗯、杨玉环、潘金莲、平儿、林妹，梁清华这四大美女，《金瓶梅》那三位外带一杨玉环，他们姐儿四个算四大美女，咱不知道，还是大美女，嗯、正在墨香搓澡。李隆基一看，赶紧上门。不是你要干嘛？玉环，笑得恨我。杨玉环很高兴，华夏什么？不是这这，环肥燕瘦，肚子底下不得搓搓吗？皇上什么事情？皇上眼睛没有洗干净。哎呀，爱妃，哎呀，爱太子妃，越来越漂亮了，水灵的很嘛，你就像一朵花，天赐在人间。您后背秃了皮了，知道吗？皇上，你鞋子是不是有什么？坐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错了。事到如今，你该吃鹿茸了。拿毛巾肚子。我不得不舍。你要说什么呀？我爱上你。得自打。这是个淡定病。揍死你！哎呀，你能不能不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同意呢？
起呢？他都这么大功夫嘞？你没事，你没事，没学都忘了啊！吃饭吃饭你？哎呀，整的吗？当然没了，控制舍利好的很，伟大的爱情来自乔装嘛。哎呀，你要是这个，我就同意了啊。起火了已经，那咱热闹热闹，在啥地方热闹？一看这个啊，出去让人笑话太子妃。你在这地上吧，青石板子，啊对，那是青条石，带刺儿，这刺儿啊，一个刺儿一个刺儿啊，刺儿满了。敢问刺儿是什么？说刺儿啊，不是古汉语吗？唐诗上面都是秃噜皮了。也得露秃噜皮了，既然秃噜皮了，哎，露了秃噜皮怎么办呢？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隆基一想，啊，他有一个奸方，立，咔咔咔，赶紧做，快点！皇上会的真多，当时过来，皇上是麻子，哎呀，有这么一个事情，哎呀，你看见吗？李环。我没啥呀，俺两个准备热闹一下，让别人知道不好。你看，高丽斯，那都，那都，我来。你呢？你咋来的嘛？不是，被子不要要了，我给你当褥子。哎，不怕吃饭得了吗？说吧，脱去蟒袍。帽子浮尘掉一半，呼啦圈摘下来，那叫玉带呼啦圈，不是玉带那意思啊，摘下来，棉袄、棉裤、秋衣、秋裤、毛衣、裤衩，高力士也带块玉，啪就趴那儿，趴下了，杨玉环一看，从水里出来。干嘛呢？这是甩干净吗？咔咔就躺那儿了，往那儿一躺，您琢磨李隆基那会儿急成什么样子？怎么就过去？兔子抓孙子，砰上去一下，可能有点急啊，没找准呢。杨玉环没反应，高力士击。就是没了，所以说千万不敢喊你。这到北京去，别传染病，天天也入京郭德纲知道吗？少说两句吧，受不了。这是很高兴，最后一段啊。今天来的时候，几个网友告诉我，今天晚上一定得讲讲我和王生小时候的故事。其实我和王生，真是从小啊，小学在一块儿，七八岁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儿童游艺团的团员。你能不说这事儿吗？王生揪着我下水车，我揪他捂着毛啊，在一起玩了好多年。而且王生老师原来是我们班学习特别好的一位同学。哎，没有。哎，真的，八岁的时候就是生理卫生课代表嘛。我个人都知道。哪个学校八岁学生理卫生？自然课吗？还五香粉课呢。自然课。大自然，日月星辰，大地。自然。自然课里边有一门叫生物，在生物里头啊。你得省到哪儿去？小动物吗？这真想再来一个来。小动物，别急，不要紧张，跑得很快的小动物，它叫自然。自然课里头有这么一小张叫生理卫生。王生老师自学的特别好，后来被封为了生理卫生课代表。我经常问老师问题吗？问老师。老师，88岁的老奶奶能怀孕吗？定记，肯定怀上。那38岁的阿姨呢？这个呢？哎呀，这个当年。哦，那8岁的小姑娘呢？这个呢？年龄太小，怀不上。王生一听乐了，一回头冲着女同桌：“你看，我说没事啊。”就这样的日子呀，一天天过来，哪有这事？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语文老师，头一回代课，头一回上课，一上台很激动，捧着双手，尊敬的各位同学，尊敬的大家好。挺客气的。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啊，我学的有一点紧张。看出来了。大家不要会怪我吧。这样吧。怎么的？我问个小问题啊，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我也不认识大家，没见过，那就那画流册，我都念了，挨个点吧。哎，问题是很简单了，什么问题啊？很简单了，嗯，就是唐刘皇 啊和杨玉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啥地方？哎，这位同学回答的很好。咱们换下一个话题。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发生爱情的时候，高低是在什么地方？在下面。王叔同学回答的很好，太尴尬了。对了，班长站起来，班长给我们起首歌，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这可以，就是我最喜欢的台湾那个社组合的那首歌。社组合，哎，这个歌呀，哪有个社组合呀？你是变个之光，你那叫 SHD， 那是个社吗？人家仨小姑娘唱歌叫社组合，那语文老师嘛，人家不是平音老师，那外国平音老师嘛，我又不是，哎，就这样吧，算了，不唱了，咱们开始进入正题，干嘛呀？就是我们语文上必须要学的一个基本功，基本功，造句。造句很难的，我是那叫造句，是熬套吗？很难的。这门学科呢，如果大家感到尴尬的话呀，怎么的？我先给大家唱一个，大家看哈。很简单啊，就是这么一个词，是个成语，叫格外，那叫成词啊，不管是成什么吧，反正就是成形的嘛，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成语啊。嗯，我给你造个句。格外啊，就是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写到格外面，你看这是最标准的修辞方法。尴尬是吧？哎呀，很简单啊。什么呀，这是很简单。来吧，咱们开始操啊。我肯定啊，杨虎这样子站起来，拿肯定操个句，站起来。老师，树叶肯定是溜的，唰！什么肯定是溜的？还可能是喝的呢。树叶怎么能是黑的呢？落到地上，哦，喝了。把手站起来，把烟掐了。上课还抽烟呢，掐干净。一个嘴叼两根烟是啥呀？我装小巷子行吗？我来吧，肯定肯定。老师，我先问您个问题吧。什么呀？就是人出了虚功嘛。嗯，你说有没有颜色？问题，化学问题吧，肯定没有颜色的啊。嗯，好，那我肯定拉裤子上。我抽这，啪！我抽这烟是为了遮味儿，知道吗？不要脱了，这毛子清理一下。恶心不恶心吧？咱俩谁恶心呢？不过我很鼓励你，拉肚子放屁也是一种勇气。好了，咱们继续啊。很简单，是个并联词。以前是个电工吧？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很简单啊，并联词行吗？就是要么，这叫关联啊，关联是吧？哎，关联词，梁虎，站起来。老师，树叶要么是溜的，要么是喝的。还有那是红的，谁他妈红眼红了吗？你疯了，红眼红了吗？跟我文化，华成，收拾干净了没有？哦，干净了啊，干净了就好啊。你来吧，这个把烟掐了，同学们都说了，不带提成的啊，你们把烟掐了。老师，雪糕一块钱一根儿，要吗？要吗？错了，错了，错了！怎么也不能不错呢？你们两个可捣乱是吧？你是不是捣乱？我开炮！一人操一个，来吧！我跟你说，这是胡捣乱的，这课太幸福了。来吧，杨虎，你先操呗。姚球。
老师，我要求树叶是溜的。你爸他城管你要求他绿的，不个性不个性的，谁呀？太尴尬了。抽烟的同学，你是不是叫王成？把烟钱了。你操这个坑球，坑球。老师，今天我妈炖了一锅猪蹄儿，没熟的时候我爸爸捞了一只，啃了一口说道，啃球不动。